哎呀，下雨了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在这多会儿雨，我去给你们买喝的，好不好？老板，你看什么？老板，我要喝乌龙茶，冰的。啊，好。人家小姐姐，你们喝什么？我们跟老板一样就可以了。你跟老板一样？你们跟老板一样？怎么能跟老板一样？你们认不认清现状啊？老板是老板，你们是你们，知道吗？不要跟他相提。哎，这个怎么你怎么讲话的？不是。你认不清情况啊，他认不清情况，你们自己还不知道吗？你们一妈气能不能喝冰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啊。我给你们点个热饮吧。抖音。